新家了，超期待。我们还没有看过我们家长什么样子，因为我们的房子之前没有 ready， 所以我们就是凭着信心签了这个 apartment， 根本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子。嗯，开不了就尴尬了，这种全自动的东西。嗯，哦，它没有声音的，就直接开。欢迎来到我们的新家客厅。哦，真的好多虫，要买那种粘虫子的。这有吗？已经有了。没有啊，我们要买粘虫子的东西。哎，有纱窗。哇，这个好大哦，这个。哎，这个很不错哎。哇，好多虫。哎呦。有这个有什么用？你又不敢出去。哇，这个比我想象中要大。哦，好脏啊，这个地，周末要来大扫除。哎，这个卧室还蛮大的耶，一间卧室，然后这里应该是洗，不是，哦，有个 closet， 哎，不是，有一个 storage， 卫生间，洗衣机，哎，洗衣机不在这里，洗衣机在哪里？哦，洗衣机在这里。洗衣机在这里，哎，这个跟我想象中 layout 不一样，它洗衣机不是在卫生间里，然后另外一间卧室，哎，它这两间卧室还都蛮大的耶。哦，它卧室是地毯的，这就是我们的新家开箱。我们现在来超市买一些打扫的东西。哇，美国有卖烟火哎！摔炮吗？悠悠第一次来新家。是哪里呀？好了，我们打扫卫生吧。继续搬家，这一车冬天的衣服，这个 picnic 的小盒子。哦哦，哇，刚刚好哎 ，fitting， 哇哦 ，everything fits。Perfect， 甚至还可以放更多的东西。
啊，小心小心小心。嗯。OK, all done. Good job. Let's go. 完成一张书桌，好累啊！今天忘记把电钻带过来了，所以刚刚一直是手动的在用那个螺丝刀，然后我的手已经磨出了两个泡。这是我们这次买的鞋架，现在来开始拼这个。哦，感觉有点复杂。嗯，大功告成，把这个餐桌拼好了。太棒了，然后还有这个鞋架，好了，这个鞋架也是今天刚刚拼好的，非常丝滑的拉门，完成。现在已经快要八点钟了，现在我们准备去吃晚餐。捡垃圾的小狗，走走走，走去扔垃圾了。Hello, 现在是早上九点半，然后今天我超多事情要做。今天我先要去给悠悠和 Ginny 买一点 pet supply, 然后我要去二手店卖一些东西，然后卖不掉的呢，再去和其他一些要捐的东西捐到 Goodwill, 然后再去买菜，因为最近就是搬家，我们就每顿都在外面吃，就真的好油啊，所以就准备按照家里还剩下的一些食材，尽可能的把冰箱里的东西清掉，然后这两天就尽可能在家里吃的简单一点。那我们就出发吧，和我过这一天。走错。先去买金里的金笼子的东西，看一下兔子的阿又在哪里。Why there's a bird here? 这个不是我平时买的牌子，它好像只有这一款，试一下吧。是一大袋衣服和鞋子，然后一些包，还有一些鞋子。我现在要去二手店试试看能卖掉多少。 OK, 我刚把衣服和包和这些东西全部送过去，他说要等大概40分钟，所以我准备去买个菜再回来。我的几个包包都卖掉了也，然后最后卖的钱其实说实话比我想象中要多。下个礼拜搬家公司的现金拿到手了。我现在就去 Goodwill 捐东西。Oh my god, donation center is closed today. OK, 现在去买饭吃，饿死我了。我要 stay.Oh. Another moving day. 哇，看看这个中午有多少人来 donate, 好长的一条队呀、啊！今天来吃刘一手，拿点小菜。这个酸汤老鸭火锅超级好吃。今天早上搬家公司就要来了，现在我们东西基本上已经全部都弄好了，还有
就等他们大哥过来啦。啊，就整理的时候才发现怎么已经搬了一个礼拜了，还有这么多东西。啊，好像是这一辆搬家的车来的。Last piece， 这个弄完喽。是我喜欢的细面，好棒啊！Hello， 今天是搬家的第二天，我们现在又回我们原本的小区，因为今天要做最后的打扫和彻底清空。对，然后我们就要 say bye to 这个 apartment， 住了两年的 apartment。对，但昨天我们第一次在新房住，真的超级开心。等我们把那边彻底打扫完之后，整理好，再给大家拍一个 apartment tour。Hello， 我们现在已经打扫完了，给大家看一下最后这个房间的样子。这是最后一波东西，还有我们的打扫用品，然后就要 say goodbye to this apartment 啦。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第一次两年前来到湾区的时候，当时我还拍了一个 apartment hunting， 还有 moving new apartment 的一个 video。当时真的好开心啊，好喜欢这个 apartment。当时我还在这边很开心的跑来跑去，沿着这个 hallway 给大家看那个是卫生间。对，现在就 move on 了。对，在这个公寓两年也算是很难忘的一个经历吧，感觉人生工作都经历了很多。我们刚刚搬来湾区，这也算是我们的第一站嘛，后来在这里熟悉了整个湾区的生活。现在要 move on 去下一个 chapter 了。 OK， 那这就是我们最后一个记录和这间 apartment， 那我们就要走了，我们下次在我们的 new apartment 见， see you。